还是没有同时上网，我觉得可以啊。喂 ，Vita， 你上次说要怎么一边用 iPhone 在一边上网？啊？等一下，你说清楚一点。啊？哦，算了啦。哦，到底要怎么一边使用 iPhone 在一边同时上网？完完，我闻到了疑问的味道。你们知道该怎么一边使用 iShow Drive 同时又能连上网络吗？让 Dr. I 来为你们解惑吧。首先，先跳回 iShow Drive 主画面，看到装置名称旁的小齿轮，点进去，打开下面的加入 WiFi 网络，下面就会开始搜寻在您附近的网络讯号，选择一个你要连的 WiFi 网络，并输入此 WiFi 的密码，按确定。接着跳到手机里的 WiFi 设定，连接刚刚选择的 WiFi 名称，再次进到 iShow Drive APP 中，画面显示已连上外部网络，就可以开始使用 Dropbox 或浏览网页咯，很 easy 吧？啊，原来那么简单。